火锅，昨天教小白技能的，粉丝们都说是你成精还是我成精哎？他这就证明给你们看他到底有多成精。他把猫咪经常玩的发夹藏起来。你干嘛呢？意思是让猫咪自己来找。我平时都会拿发夹逗猫咪玩。走，我们去找小白。眼神提示小白在上面，我把发夹的图片给小白看。找一下这个发夹。来看看猫咪是不是也成精了。对，猫狗哇。啥？找到了？这么快？也不看看谁带出来的。狗狗到底谁厉害呀？笑嘻嘻，他表示他厉害。叫妻子吃饭了。吃完了，妻子的过敏还没有完全康复，所以这段时间只吃狗粮和两包开水。要不要分点给小白？我的事给小白返你家。果果吃完了，不知道要干嘛。你找什么？找酒精吗？这点头绝了。如何看待一只狗子吝不吝啬？那什么好吃的？给我好不好？这是你吃过了，我不要，重新拿一个好不好？客厅没有了吗？你房间里面有。这个给我，一直猫给我，是不是？这个给你吗？正在吃着肉，突然把手伸在狗子面前，毫不犹豫地给我了。啊，算了，给你吧。被泰迪宠大的猫和狗。